回放没有了，官方这两天合并呀、升级啊什么这些东西，可能那个就是看不了回放。等过两天可能就好了。我能不知道天天迟到吗？就差一点的话不让我走啊，主要是。哎呀，你别动别动，这边没画好，等会儿蹭的，那边没画好，不行，这也太影响我的手艺了。确实不得不夸，确实化妆化得好，一会儿主要是，哎，太完美了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两天哈，这化妆师也是辛苦了，嗯。有点太直溜了。Hello， 下一首歌，晚上好。
还是有一点点的哈、哦。谢谢我们的冬听歌，感谢我冬听歌。误取关将我的800多天打卡清零了，800多天打卡清零了。不是的，没有的，应该是这两天官方就是跟那个合并，谢谢我自家哥，就是官方合并呀、啊、什么的，这个好像跟百度啊什么那个视频啊在合并什么的，他估计过两天就好了。嗯，但是那个现在这两天我的关注也刷刷掉完了，掉完了又涨上来了，他可能就是这官方的那个就是啥，应该就是合并呀，他可能有漏洞呀什么的，慢慢修复好估计就能恢复。好了，你这两天打卡就继续呗。上个月都可以补，就差几天的话，有那个补卡的那个券，它就可以补。搞的关注都没有了，官方的事跟咱没有关系。有的关注掉了，大家再点一下。他故意的。欢迎游来游去哥，欢迎兄弟们回家。
还变成猪了你哥？谁让你说的呀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妈咪贝贝吼。小鸡唱歌，哇，这个好看呀！这是啥礼物？是新出的吗？没睡那酒杯就不会喝醉，犯下这样的罪，我毁掉了我清明的修为，天上的人间相思一哭却无泪，月儿弯又圆，盼望一年又一年，桂花树下的伊人，你在想着谁？我就是我就是那个天蓬大元帅，这样今生最爱的女孩，我就是我就是你的天蓬大元帅，漂亮的好男人怎会没人爱，什么男欢女爱，现实的女孩，求求你啊求求你别跟我说拜拜，我就是我就是你的天蓬大元帅，漂亮的贝贝你见我一定爱，哥哥的无奈家美女排成排，对着月亮唱一曲我今生最爱的女孩。过真爱，你这真爱过得有点儿，看不看着？一定要向我军少哥学习，过真爱都得使特效礼物过啊，没毛病。给我哥，昨天说要唱的那个看医生，我还没给唱，终于把我哥那个歌给唱了。你昨天怎么走的那么快呀？又着急看你的小牌牌去了吧？探探，嗯，探这一声气。今天口红不一样啊，新买的。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，对丫头，其他人都是一张抽奖券过的。哎呀，你说我哥，哎呀，我哥对我太好了，好的都不能再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兄弟们，宁可相信世上有鬼，都不要相信我军少哥的主意。过的那是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看咔咔的，你瞅瞅前十都没有我，看见了吗？看前十都没有我啊。当城市该是大英雄，升起了沙僧激情的人生，只有嫦娥仙子是我一生最美丽的梦，也是最美丽的痛，最美丽的痛。什么真真爱爱连连，还有华山老母，还有那盘丝洞外起早的几个小妖精。多少卡环，小哥哥，我们卡环是上榜600，我把这个广告挂上啊。回放也没有了，回放就过两天可能就好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唱歌唱歌，给我就唱歌唱歌。600，我去。600。就上个心里就骂你个死丫头。一个梦幻吉尼斯也可以，真的吗？给我吗？真的吗？
困苦有几人能懂，有多少想说的却说不出的痛，就只能一个人感受一个人笑容，刮风暴雨也要继续坚持。这一生为爱我的我爱的人而重，从不敢停歇哪怕只一分钟，想到的请一句保重，一句会感动，可这酒里只有无尽的冰冷。累了的时候只有灵魂在守候，痛了的时候也不敢让泪流，我这一生啊都在不停的奋斗，可从来都没恭喜夏小哥喜提勋爵，开通的勋爵，谢谢我哥开通的勋爵。那美玉嘛，竞标以后指定价值不菲啊，只是以前没有竞标过而已。我爱菲尔哥，你的守护还有五天就要到期了，你要不要今天续个守护呀？谢谢我君少哥送来的魔法书，也谢谢我爱菲尔哥。OK 了，已经开好了，兄弟们，没有开通战役团的可以帮忙开通一下我们下方的战役团召集令。这两根头发太长了，要扎我。1 2 3，续费船还吧，我哥续啥我都喜欢。
莫哥，你的守护也快要到期了呀，还有四天就要到期了。欢迎埃菲尔哥，下方机器我们还差12个，没有过的兄弟们可以过一过。兄弟们可以先过一过，我们今天啊还是一样的，每天都有3个战士团召集任务。还差十个。陈梦哥送来的守护，有的个别的他没有续守护，你们是在等吗？不要再等了，你们在等什么？你们是不是都挺着呢？一掐指一算都在挺着呢，你们在等什么？不要再等了。还有好多兄弟们说，老大。我准备了，我准备给你69开好几个，还有好几个守护，我要铺满你的屏幕。基本上好多都是等69。谢谢艾菲尔开通的守护，谢谢艾菲尔哥。没事，今天开完69还可以再开的嘛。欢迎我方野哥，抱下方野哥。你们自己想心思耶。最后一个等我秒杀，我估计你等不到最后秒杀了。基本上咱们家这个直播间里的小哥哥分分钟钟5个就安排，不用最后秒杀。秒杀那小哥哥你可以等到下一轮了，这轮的话不用看，21个了。哎呀，什么调皮了，方方面面的都给你安排了。早知道就等等了，切，不等，咱们再开一个不一样吗？谢谢我方野哥送来的纯爱守护，咱就任性一回不行吗？哎呀，这个是哪个礼物啊？谢谢我飞燕倾城哥，这个小礼物好可爱呀！哎，这个跟那个我有一个抖音拍那个小猫，就是趴在肩膀头上可像了。还能重开吗？当然了，你可以开10个、20个、10个、8个都能开的。咱能不吹牛行吗？切！我问你，花戒指，你准没准备守护吧？人家好多人都说了，我就不告诉你，我69要给你开守护。他说了，我攒了1年的，我69准备给你开个守护，我信你。我说大哥，咱一咬牙一跺脚，不用1年，就1天咱就能开，就一共就199。顶天咱今天的饭不吃了，明天咱们吃泡面。口红说话都不利索，但这个口红真的好好呀，好贵的呢，300多呢。我就看人家有一个美妆的那个博主啊，一抹，哇，好看呢、哎！完了我就买了。我以前我都不看什么美妆呀，什么美妆类的，什么介绍什么东西啊什么的，就这些我都不看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没事的话基本上天天看。天天看。主要确实啊，你这女孩子确实需要打扮，一打扮真的挺好看的。守护要断的话，它就是从零开始了。
虽然说这个口红有点小贵，但是你们要说好看，这个贵一点一点都不贵，值，太值了。伊人姐来了吗？欢迎伊人姐，伊人姐晚上好。因为你说啥，你说我买这些衣服也好，你说我接着头发也好，或者是我染头发呀化妆也好，我出门我这些我都不用，哎，我连口红我都不擦，真的。你老丁说有的时候非是你太会说了，哎呀你就是跟我整备用的啊，那你平时你不化妆呀，你平时你不穿衣服呀，你平时你不捯饬，我平时真不的，平时我搁家就穿一件睡衣，出门不好意思我连门都不出，你别说化妆了，我连脸我都不洗。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你们，我就是为了你们而活的，一点都不扒瞎。你们太有说，哎呀我去，我不信，在家衣服都不穿，那个得穿，脸可以不化妆不洗，但衣服得穿。我没有说不穿啊，我说我穿的是睡衣啊。我就一件睡衣就搞定了，出门的话穿就穿一个运动服就完事儿，这些衣服我都不出门穿的，我嫌太短。集结过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啊。脸都不洗，真不洗，我平时的话就是我要不直播我都不洗脸，我要是不直播我连饭我都不带吃的，真的，你做好了我都不吃，我今天不播我的饭，我说不用做了，我不吃了。你看不用信了吧，就信就行。你说吃饭干啥呀，你说吃饭又不运动怪胖的，你要是直播了后你要不吃饭的话，你也站不住，你也唱不动歌呀，你比我厉害。你接着忽悠我是那人吗？啊，我是你个鬼，你个小丫头。你们能不能别那么恶心，人家说吃饭你还说那个啥呢，怎么跟那个有什么关系，你就捋干爬就完了呗，人说那些干啥呢，讨厌你。给咱战团的兄弟们辛苦了，唱完这首歌。你是哪里的鬼？我是东北的。都打不开，你该是卡住了，我能看见你扣字的哥，我把你头发长得好快呀，还一股仙气而已。刚刚回家的兄弟们，记得做一做我们下面的战神任务啊，扣个666咯。你是我最美的月，对，扣个666啊。愿是爱与同边缘，我不愿现生活面前，无奈他私奔飞奔，盼我一直都在盼，半少一人少一半，满我认真对自己。落叶一片一片一片，我随着微风望着天。
是风翩翩雨渐渐，雨渐渐风翩翩，留下我们在无言。你说最晒我远远的远，落叶一片一片一片，我随着晚风望着天，对天空也对远方有我的思念。当时风翩翩雨渐渐，留下我们的无言。你说最晒我远远的远。170多斤了，距离我们目标这个90斤还有几十斤的。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好，兄弟们啊！我目标是，我要减到90斤，瘦个屁，镜头拉瘦了。我这视频如果跟那个啥，跟我之前胖的那个时候变一点点，我都天打五雷轰的。谢谢我们的 M 哥，你太过分了，值得不还得让我发个誓？这样的大哥，谢谢夏瑶哥。哎，夏瑶哥有没有黄马场？老师看一看，夏瑶哥开了个迅爵谷，开了一个守护啊。君少哥，我们还差一点就千元宝了，你给你飞补个千元宝呗。我休息一会儿，我来个乱斗，大家上上票啥，喜欢抽奖可以刷上四啥，不喜欢抽奖大家可以就是刷一刷干货啥的，刷刷棒棒糖什么的，我也很喜欢呢。打雷的时候我躲着点，打雷的时候我躲着点，我出门我带个避雷针。等一下，我和天明玩蛋糕呀。天明哥没来呢，天哥。哇，谢谢，感谢夏瑶哥。哎呀，天哪，能整点的啊。Hello 啊。Hello， 马上到，好嘞，好久不见呢。玩个，好久不见呢。瘦了呢，感觉你呀。调的呀。这咱们不有那个什么瘦脸拉瘦脸啥的吗？好的，欢迎嗯嗯嗯小姐姐走进 Q 的直播间，欢迎嗯嗯嗯小姐姐啊，来呀，唱歌啊。那没用呢，行呀，那咱唱个歌啥的呗，你就都行。来呀，你先来。那我先。嗯嗯小姐姐，我今儿个特别的可怜，特别的惨，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行，谢谢维吾尔德尊哥，谢谢我七姐。好，你先来吧。感谢我七姐。行，那我先来，谢我七姐送来的百元吧。那我唱个啥呢？那我唱这个吧。谢谢我灯塔哥。阴天，我和老天不成言。
为什么最爱的人不能在身边，我心痛得快要撕裂。你走了很多天，我恨老天不给时间。为什么相爱的人总是情深缘浅，闭上眼你就在梦里出现。我拼命的喝酒，拼命的抽烟，以为这样可以打发时间。楼上开始没有环境音，脑海全是忘不掉的思念。感谢哥的海量车卡、啊、哥谢谢，咱们这把咱海洋之心吗？谢谢哥，这把咱要海洋之心的话，那咱就直接心心起来、啊、哥这把心咱就直接心，下把心咱就下把心。感谢大哥的海量车卡，祝大哥喜提各路礼物，大哥加油。嗯，老大心来了。嗯呐，海洋之等半天了就他心了，心来了，这把我不缺心眼的，兄弟们随你。行哥，那咱就这把心吧，我那个海洋之心一下子啊，菲儿，我传半天了，来吧哥，那就这把心吧。我也想要一个，像咱家有没有？心完完事儿了，嗯呐，一百百海字儿，海字派的搁哪呢？先海来，哎，好，海字儿了，羊字儿搁哪儿呢？羊字儿，羊字儿，羊字儿和之字儿，咩咩，羊字儿之字咩咩，快点咩咩，咩酱。哎，好，感谢咩咩的羊字儿。哎，好，差个之字儿，来之字儿。哎，好，感谢咩咩的之字儿。来，最后一个，来心字儿。好，感谢大哥的心。哎，好，海洋之心，心上了。这玩意儿试试最好看，兄弟姐妹们，你说特效试试最长，试试好看，试试姐。感谢大哥的大力支持。好，海洋，哎呀，好，这特效才要走起来，来来来，走起来了，你看看。一个老娘们跟一个老爷们俩人不行了，控制不了了，亲亲我我情情爱爱整起来了，有酱菜酱可肉丝解渴啥的。嗯呐，感谢大哥，别来我唱歌，感谢牛牛哥哥录一三一四，于六点直播我传到8:20，我传出来一套海洋之心，我遇见你了，菲儿，你说你啥命？我也没事，以你的条件，你还是得你赢我，估计是问题不大。感谢大哥的1314赛车卡啊，谢谢大哥大力支持。来吧，整首歌停一停，兄弟们啊，来一首这个，嗯，海洋之心先生了。下一步咱们就整条大锦鲤吃一大那个美人鲈鱼吃一吃啊。来，可惜没入伍，来，谢谢大哥啊，谢灭将，谢我们 WENM。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，要得过且过才好过，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我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该说的话好好说，唱点得了。嗯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送来的海洋之心，谢谢天哥，谢谢谢谢。人家张了这玩意儿张了30秒，咱从6点张了到现在。
人呢？我这是赶着赶经历多了才能成长。啊、我现在都要长到200来岁了，咋造的呢？经历多了成长。这个海洋之心不好凑的，因为它是四个礼物嘛。一般有的时候他不会的话，他也不会的话就刷了一个，完了就不管。别人要礼物，兄弟们，别人要礼物，大哥，我们也看看海洋之心呗。我老大要礼物，兄弟们，凑一凑。你好像人间真实呢，老浪子啊。我君少哥说赔了500，鸟哥为啥管人叫鸟哥？那不叫天哥吗？不叫天哥吗？你今天播到几点呀 ？Q， 我刚播没多大一会儿功夫，这不刚6点直播，播到现在这不才2个来点吗？播着看呗。播2个来点了，那你还得播到11点左右，10点11点吧，得最少。播着看吧，没准不一定。心情好直接搂到明天，心情不好的话，可能一会儿10点11点左右就下呗。那咱俩属于一个状态。是吧，这没腿儿，播着看呗。我有的时候就状态也好啊，就直播间气氛也好啊，就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播到后半夜。其实好多老主播都是开播点固定，下播点其实并不固定，播到几点就是、没法固定的，就可能你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直播间的人刚玩，哎呀行了下播吧，咔大哥来了。老大处姐，我发现唱歌好的都站着播，非人是站着直播的吗？是坐着的吧？站着播的。哎，但是我对哈，为啥呢？我就之前是站着，完了又坐着，完了又开始。不是，那你站着直播播那么多小时不累吗？站一会儿就坐下了。不坐，就是一直都站着，从7点半一直直播到晚。是什么原因导致咱给凳子整没了？就是，其实就是坐着我腰不好，就完了就站着，完了坐着也是，是的，完了没了。他叫车少，省椅子，我已经坐坏了多少个椅子了，站着腿长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我的天之平哥。谢谢我君少哥，感谢我暖暖哥，谢谢我埃菲尔哥，谢谢我们的维我哥，还有我们的七姐以及我们后海儿。谢谢我们的南狗，谢谢我们的拼搏哥，还有浪子哥，还有我们的小灯泡哥。站着减肥，对。我拼命的喝酒，拼命的抽烟，以为这样可以打发时间。后生还是没有缓解你，脑海全是放不下的思念。谢谢如飞哥，谢谢兄弟们 thank you， 已经没有上马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君少哥还有明天明哥，你俩怎么玩啊？天之明哥，谢谢我们的逍遥哥，感谢逍遥哥。你俩是怎么玩的？可以给我透露不？我都一脸懵，都不知道你们是玩什么呢？怎么就赔了500呀？艾菲尔哥已经有黄马了，这黄的老黄老黄了。问他，我一直是手机玩的，也不会卡黄。咖啡哥12级的场控老师给他看一看，完了把外号记下，给卡一下马甲。刷蛋糕赔了500，刚才是刷了多少组？君少哥，
现在是榜上是972。刷蛋糕吗？我要U盘呀。艾菲，你不有我地址吗？你把地址给我就行了。嗯，你把地址发我。赔了一半。赔了一半，那你是属实有点亏大了。刚才是刷了多少组？现在上榜是900多，900多之前是700多。你是刷了1000上榜了200多吗？刚才是700吗？欢迎谢随缘哥，再刷肯定能赚回来。差30就千元榜了，刷了20组，刷了20组，那20组上榜不应该2000吗？那上榜才200吗？一人五组，你们是刷10个10个的，还是刷100100的呀？一人五组啊，一人五组，五组，600亏六蛋糕600亏400，还是十组吧，100个的。你要是玩的话，你就10组100个，正好我还可以上升段位啥的。啊，兄弟们呀，有那个啥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一玩，嗯。10组吧，10组容易中，丫头你可别算了。对，5组5 5 2 2，我都算成250了。你要是让我做买卖的话，都亏一半还拐弯。刷了500，上榜250，不会吧？我怎么12级了，没不送我东西了？什么12级没不送我东西了？你是有皇马的话，你每天的话，我前1个小时你就可以下到子频道去领那个 U 盘。如果你是那个皇是免费得的那个皇的话，就是先得皇马的那种的话就没有了。好，我把集结开上，听两位大哥的，两位大哥想咋玩，咱们到时候就怎么开给。天明哥，你们打算怎么玩？好嘞，集结已经开始了，兄弟们，没有点集结的帮我把集结点一点哟。36不18吗？老丁那啥给我带跑偏了。来啦，我们的集结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！现在没有开动的兄弟们，可以把这个集结开动起来。死鸟，我去拿刀砍了他，你要砍了谁？君少哥，不行哈，冲动是魔鬼，消消气儿。集结没开动的兄弟们，把集结开起来了！欢迎灯塔哥，快过！我们速度把这集结过一过。谢谢我们的红孩儿，祝红孩儿大哥种花种鱼种可爱，加油加油！皇马是送花换来的。那战神哥，你每天的话，那你明天的话就是先下边上下边去加一下那个岁月的好友，就有一个12级战役大厅，你就可以领我的 U 盘了。你是不是还没有我 U 盘呀？欢迎驴听哥，下方集结已经完成了9个，还差16个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还差几个？有啊，那有的话呢，你是领完了吗，战神哥？还差15个，加油！你啥时候领的呀？我看见你是12级了呀。我们有啊，那天火哥你快去领呀！还差13个，没开通真爱召集的兄弟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下我们下方的真爱召集。欢迎阿蒙哥，欢迎阿星哥。啊，那你领完了，我还以为你没有领到呢。嗯，那领完就好啊。集结没开通的兄弟们可以帮忙把
集结点一点，召唤一共就25个，没有点集结的点集结，没有点召唤的小兄弟们啊，还有这个小哥哥们可以把下方的真爱召唤开通一下，一共就25个，已经完成了12个，我们还差13个，加油！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过完了之后啊，过完了之后我们再唱歌，完了一会儿给我天之明打个唱首歌，谢谢我天之明大哥。冷暖哥，你要听啥歌？你跟我说，还有加菲啊，不用跟你匪客气，一定要给我们下边的游客也好，还有兄弟们也好打个样，对不对？该点歌的时候不要推辞，就点歌，理直气壮的点。还差10个，你都不敢点了，他们就更有信心了。怎么领啊？本场贡献2000以上的话可以领，或者是12级真爱，如果你有黄码的话也可以去领的。如果你有黄的话，优先是直播间会优先给你卡个黄，是不能领 U 盘的，是可以卡黄的。刚才俊少哥刷了几组，刷了我直播的时候，反正他上百900多，他应该刷了是10组吧，应该是刷了10了组吧。还差九个，但是我乱斗的时候没看刷几组，但之前的时候是上榜700、500嘛，那是刷了5组，最后一把呀，最后一把一人来5组吗？大堆肉，好了，一会儿给我冷暖哥准备首歌。还差九个，加油，哥你不要空刷，我开个乱斗，你帮我直接能上上分儿。我都13级了，13级的话，你可以，你有没有黄码呀？没有黄码的话是没有 U 盘的，没有黄码就是先卡一个黄，如果有黄码的话就直接下去可以领 U 盘了，可以下到12级。他刷了我补上，好嘞，天之明哥，加油！谢谢玲玲哥，还差9个，没开通的兄弟们一定要开通一下，就在下方，有一个紫色的框叫真爱团召集令，还差9个我们就完成了，加油！没有开通的小哥哥们帮忙搭把手，就差九个人，加油！还差几个？我们还差8个人。下方这个地方有个真爱团4个字，真爱团召集，真爱召集，这个地方一点它就可以开通了。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，抓紧时间了，小哥哥们啊！还有六个人，开通了就不能再开通了，只有没开通的才可以去开通啊！开通了就不能再开通了，开通的话每天可以免费的点积极，免费的送这个小桃心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任务了。没有开通的话，必须开通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一起做集结做任务。还差5个，欢迎日如既往哥。还差三个，欢迎我们山哥回家。还差三个，欢迎战狼哥。我来一个，感谢哥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小哥哥。还差
了 ，OK OK， 谢谢 ，Thank you。OK， 咱们家就是真爱超十二 G 以上的，或者是真爱有皇马十二 G 以上的，没有领 U 盘的就可以，就是每天前一个小时去那个子频道去这个去领 U 盘，或者是卡黄。有的时候直播呢照顾不到，就是能看见的就给你们卡，如果是看不见的话，就可能就会错过了，就会怠慢大家啊。完了，大家那个最好就是直播前一个小时去卡黄，或者是去领 U 盘。好了，我要开动了啊！兄弟们，能帮忙搭把手的，我们帮忙搭把手啊！正好给我冷暖哥唱首大悲咒，加油啊！哎呀，这个真爱过得太刺激了，真爱过得比乱斗都要刺激。我看啊，知道，查看，好嘞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过，我看这是几星了，应该是过二星任务了。二星任务已经过完了，现在我们就过三星任务了。没有做战役团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把战役团的任务过一过啊！每把都中红钻都没有意思。那你说你气谁呢？人家说了，我一年了都没中上，你天天中。哎，你天天中的话，小哥哥，咱们家兄弟们他是你是点的快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是不是点的快就中奖几率快呀？这红钻。啊，截个图。中了，清，中的直接把那个钻清一清什么的啊。哇、我没看错吧、哇塞，我今年的菲儿姐了。哎，晚上好。你好你好菲儿姐，哎呦妈，太开心了。哎你好。哎呀，我也很开心认识你。你好。厉害了！我们家哥哥说我厉害了。欢迎一路香水哥，抱下一路香水哥。我就是被逗的嘛，你吗？啊，对，我喜欢唱歌，菲儿姐。啊，那咱俩就应一般唱个歌什么的。嗯，你看你先来还是我先来？那谢谢大家。我抛砖引玉吧。我先来吧。太客气了，好嘞，辛苦了啊。没有。欢迎菲儿姐，各位大哥们啊！我就点，我就放的是啥呀？等会儿，我唱首这个吧。被锁喉了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独身。一条路还叫天涯。两颗心相依相伴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是浪漫，一季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心与蓝，一条路千山万水，两颗心无怨无悔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是浪漫，一季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心与蓝，两颗心常相伴，你我写下爱的神话，明月清风相思，明日白草也多情，两颗心无怨无悔，你我写下爱的神话。感谢哥哥们，谢谢。我就是被打得满地找牙，我也没关系。
啊，剩下时间给菲儿姐。好嘞，那给我哥唱一首大悲咒送给兄弟们啊。哎呀，赚大了，听着明哥。啊，不是这个啊，等会儿的啊，我看看，来首大悲咒。哎呦我的天，我都好久没有看了，君少哥要被欺负了，气哭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是情怀柔柔，哎呦我的天呀，哪去了？哎，怎么没有这伴奏了你？没人来过，不飘散。好好听，谢谢我们的天之明大哥，谢谢几位大哥，谢谢。嗯，一会儿连一下我们的九宝贝啊，把九宝贝往上抱一抱。Hello， 我是来欢迎。美女，你直播有多久了呀？哦，我一共播了有两三年了，3年了，有播了两三年了呀。欢迎菲儿姐家的大哥马。是，好的。行，我问问。好嘞。好听，你才播了两三年吗？嗯，对，3年了，刚好吧，刚好3年。那你以前有直播过吗？以前我没有，我就一直就是在 YY。